经理，这合同啊，一定要跟。哎，小邓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过来，真的是。啊，小周。好，小邓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找我什么事嘛？经理，我刚接了个大项目，过来找你借钱的。哦，借多少钱吧？800万。按年化率，30%。利息马上到账。到谁的账上？那肯定是到你账上噻。小周啊，把这个合同啊去办公室理一下。好，慢点走哈。 要接那么多人干嘛哦？做绿化项目啊。什么绿化项目？嗯。经理，你不是接了一个绿化项目吗？哦，还有小丹啊，你就看着材料啦。啊，看到了。你的鼻子真尖呐、啊！行。好的，谢谢经理哈。说就是的，做什么事情你总是先人一步。哎呦，不是，经理，我让我把借条啊送你家去哈。哎，反正不行哦。好。啊，不行，你要过去跟你回去一趟噻，为了你的事情，我得辛苦一下噻。好，那就谢谢经理了哈。去忙吧。